政府正在改革财政制度。政府正在改革财政制度。这个裁缝手艺很好。这个裁缝手艺很好。裁判宣布比赛结果。裁判宣布比赛结果。公司决定裁员以减少成本。公司决定裁员以减少成本。他负责公司的采购工作。他负责公司的采购工作。科学家在野外采集样本。科学家在野外采集样本。他提出的建议被采纳了。他提出的建议被采纳了。他中了彩票大奖。他中了彩票大奖。将军的参谋给出了战术建议。将军的参谋给出了战术建议。请参照手册操作机器。请参照手册操作机器。他因事故而残疾。他因事故而残疾。战争的残酷令人震惊。战争的残酷令人震惊。房间里有烟雾的残留气味。房间里有烟雾的残留气味。敌人的手段非常残忍。敌人的手段非常残忍。他的笑容灿烂如阳光。他的笑容灿烂如阳光。我们的座位在机舱的前部。我们的座位在机舱的前部。他的脸色显得很苍白。他的脸色显得很苍白。这次旅行计划得非常仓促。这次旅行计划得非常仓促。货物被存放在仓库里。货物被存放在仓库里。他为了家庭操劳了一生。他为了家庭操劳了一生。